我是霸主，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集齐三块上古神器便可启动传送之源，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为了取得森林泰坦的信任，我答应要帮助他植树造林，不过之前夸下的海口有点大了，用他一颗还他十颗。唉，我咋说出这样的话呀，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不过在这种上一片小果林是我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唉，这片小果林还真不好种呢，去把另外一边也铺上耕地。 OK， 搞定了，一次性种上这么多树总该够了吧。将所有耕地都埋入果树的种子，等下次森林泰坦醒来的时候，这些果树应该都长大了吧。现在我决定再次前往沙漠地区寻找采菊的身体。你们两个看着我干啥？多拉好像也想跟我们一起去。行吧，那就带着你看看风景。沙漠地区的温度比外面要高一点，不过远处的沙漠景象是虚拟的，实际上这是一块被防护罩保护的区域，也不会刮起沙尘暴。如果采血的身体就在防护罩内，那么它一定是有意地隐藏了起来。大概是到达了防护罩的另外一端，我发现了一个山洞，但这个山洞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人为打造的，我决定进去探索一下。这个山洞内部非常狭窄，不太适合骑乘飞行，于是我直接跳了下来。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各种毒虫野兽的攻击，我去，还有岩石巨人，他一个石头砸得我晕头转向。我先跑了，林峰、多拉，你们快出来，里面很危险。哇，终于甩开他们了。哇，这螳螂速度也太快了吧，找机会拿出我的霰弹枪。去死，林峰和多拉可能是被缠在里面了，我得进去救他们。只要我带着武器，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近我身的。我听到了螳螂的声音，哇，吓我一跳，差点又被他划一刀。原来多拉是被岩石巨人给留住了，多拉被两只岩石巨人逼在角落，他怎么可能打得动石头呢？多拉不要怕，我来救你了。我用霰弹枪做掩护，多拉趁机逃了出来，不过林峰还在里面。去你的，走多拉，我们先出去，躲开他的石头，找死。霸神出来吧，你这小石头人还想溜？霸神、多拉，你们两个干掉他，我进去找林峰，这么长时间了，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林峰，林峰，你能听到吗？林峰不会有啥事吧？我看到了，原来林峰已经打入这么深了。林峰出来，先不要和他们打，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去，有不少蝙蝠从山洞里面追了出来，这些玩意儿就交给我了。你从哪儿跳出来的？我决定将林峰和多拉都装进低温舱，因为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 我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仿佛是来到了六号世界罗克维尔傀儡的召唤台，这里的建筑风格和那里非常相似，应该是有人精心打造的。我想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霸神，加快速度！霸神一个蓄力就向前方弹了出去。短短的几次跳跃，霸神就带我来到了山洞的最里面。果然，这儿有一个传送召唤台。就我之前经历过的三个世界而言，
传送召唤台是处在传送之源的正下方，而这个世界则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将传送装置建设在山洞里面。这里视野非常开阔，甚至已经看不到了那一片防护罩所展示出来的茫茫沙漠。幕后者，你在吗？他没有任何回应，似乎听不到我说话。这个装置可以直接启动。在传送的气泡中，我又看到了那一幕熟悉的沙漠图景，这不正是山洞外面的世界吗？我去，我怎么感觉重力发生了变化？这世界好像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霸神好像没感受到。天哪，是彩虚，不对，应该说是彩虚的身体。没错，一定是他。从这儿看，防护罩似乎被割裂了，一半是虚拟图景，一半是真实图景。他正打算离开，我该怎么留住他呢？